走吧。逛一下，我还去富城这个地方。对，没了，已经没了。你再给我喝这个。今天觉得他们是被压着的，他们又没有找到什么。
没掌控，你要是喝纯纯的汽水多了哈，不好意思。儿子，各位久等了。哎，茶先生，丢了，没看见。哦，不客气了。茶先生。哦，小孙女下来了哦。那我跟你走。这真的是真的缺了，都不来的。那别小东西不能买了。这里没有卖，这里没卖，这里是别人自己带的。他那个大的正好他们送过来，正好那点呀。下面走还是上面走？上面走。上面。这个也要掉了。不要想吃啊！想吃的。哦。我要吃啊！沙发一样啊。Thank you.